球，一起画图画，一起捉迷藏，啦啦啦啦啦，一起唱唱歌，一起跳跳舞，一起做游戏，一起慢慢地长大。竹豆每天都有许多许多的新主意，今天他想当一位超级英雄。我是超级竹豆，我喜欢帮助别人。超级竹豆想帮助别人，可是有谁需要帮助呢？我是超级竹豆，有谁需要帮助吗？图图和悠悠正在开心地搭积木。我是超级竹豆，我来帮你们收积木吧。全都放好了。咦，我的积木呢？竹豆，我在搭积木呢，你不应该拆我的积木。竹豆还想帮助更多的朋友。我是超级竹豆，我来帮塔塔把书放回书架上吧。我来帮球球把书放回书架上吧。咦，我的书怎么不见了？我的书也不见了。我还想看一本书。我还要把这本书放回去。我的书又不见了。它在哪儿呢？我是超级竹豆，球球，我来帮你把书放回书架上吧。不用不用，我要看这本书。我帮你把书放回书架上吧。不用不用，我要看这本书。竹豆想帮助球球，却把书撕坏了，现在该怎么办呢？竹豆，帮助别人是件好事情，不过有时候要问一问别人需不需要你的帮助。我知道了。我们一起来修好这本书吧。用小剪刀和胶带很快就能修好它了。咦，我的胶带去哪儿了呢？袋鼠老师找不到他的胶带了，谁能帮助他呢？我是超级竹豆，袋鼠老师，我可以帮你吗？竹豆，请你帮我找到胶带吧。我也来，我也来，我也想帮忙。请大家一起帮我找胶带吧。胶带不在桌上。胶带，胶带，你在哪里呀？胶带不在板凳上。胶带也不在积木里。我也没有找到胶带啊。胶带会在什么地方呢？
我找到了！谢谢你，竹兜，谢谢你帮我找到了胶带。不用谢。袋鼠老师用胶带和剪刀很快就把图书修好了，现在大家又能看书了。现在你可以看这本书了。谢谢袋鼠老师，还要谢谢你，竹兜。我是超级竹兜，我喜欢帮助别人。帮助别人会让我们变得更开心。